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我想佛经不是要听多，也不能说每次只来参加法会而且回家了，但是你没有改变，所以当然对我来讲很少人跟我讲话，因为我整天走来走去，但是跟我讲话了大部分是在义工啦，帮我你给我倒三天，但是我发觉他们都没什么改变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把佛法放在心里面，老是念佛，佛不是代表一尊佛，是所有佛，包括他过去怎么修行，现在怎么度众生，他跟我们说的经历是什么？那各位要不断的熏习，以后要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，而且不是用一世人，慈悲要用几百万岁，安住空行要用几百万岁，对啦。啊，为了要达到慈悲心，所以我们修观音仪轨；为了要思维空性，我们读诵经典思维。但是这个空性不是在那个时候有空性。你虽然看经节经典打坐思维空性，但是这个空性是你面对了。今嘛有人跟你骂，今嘛医生讲你破病，今嘛你会惊跋倒。那这个时候用空性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当你的眼睛看到境界，当你的心接触到这个法，你内心有没有保持正念？所以佛教绝对不是咱一世人，你若要从佛经拢读完了，你一世人嘛读不完，就算你读完你也不一定了解意思，就算你了解意思你也没时间去做，所以很多人要去做念，我认为很好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知道世间苦啊，压力这世间啊，贪嗔痴就会轮回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我都让咱开悟成佛啦，啊，你知影？那你得用这个心态去讲做念，但是做念不是讲我咧念阿弥陀佛叫做做念，做念是你这个人行去引导，这个人呢跟别人无同款哈，安尼有气劲安尼啦。
面安尼笑笑啊，真木讷。因为啥啊？因为伊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所以伊的相就阿弥陀佛的相，就是一种脱，就是脱离世俗的，轻飘飘的，很文雅，有一种气质。各位在请教见啊，气质。等于问你某讲，某诶，我今日参加一间观音法会，有气质无？你某讲你等卡等手，人家千手千眼，你都无一个气质，因为这个佛法没有进入你的心。所以我想，咱去讲做念，不是讲惯，免钱就臭屁啊，爱钱就安尼怪怪，这个都不对。我代表阿弥陀佛的一个基因。所以各位请要紧啊，气质。我的师父给我强调，请杀你赶紧出家啊，不要让别人看到你世俗的形象，眼神、走路、皮肤、外表、讲话、写字，连睡觉你都要是一个修行人。这个只能靠老和尚盯我们了，讲我们了。佛经很简单，知识分子夸只能讲得要，但是你也没有那个气质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你是一个修行的人，修我改，你现在皈依三宝啊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的想法。佛经怎么说，阿弥陀佛怎么说，因为我皈依三宝啊。你今天修我改啊，那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敢修过，都不敢害，不敢骂，因为你修我改啊。你今天修八关斋戒，不要一直在这个仪轨，好吧？各位仪轨才变成五分钟就好啊，五分钟就好啊。但是我给你修八关斋戒啊，我给你别爱睡啊，我给你按照这来的，别去听音乐，不起一个六念法，外以八支，内以六念，安尼对啊。所以你再去背起来念一遍八关斋戒仪轨十分钟，因为你已经熟啊。但是在佛前得到戒体。然后规工就是安尼啦，去上班去做代志，但是你让人家觉得说，我跟你跟你谈判讲生意，你拢未计较呢？为什么？我跟你受不管在，你真正找到时间，我跟你计较拢真好真嫩，我跟你未贪卖料就好。你若明仔跟我讲，我就较定啊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你受八关斋戒，我肯定清净无污染，你啊！啊，你若受菩萨戒，无共啊咯，功德通大。像话菩萨戒，唔是干啦，即世人唔是干啦，今日是精密来做。啊，对象呢，所有众生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人鬼，拢是我爱的对象，我奉献慈悲的对象，叫做菩萨戒。我好啊，今嘛真在地心文主啊！规工咧研究菩萨的经典，啊！若坐我边啊，该笑拢不爱笑安尼，较拍招呼嘛不爱插我啊！所以行啦，我读真济册，卖跟我插。我咧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卖跟我插。我讲我坐你边啊，你无跟我念，你念嘛想听？你是要让我去极乐世界，不是？你要去极乐世界，未使我念十万声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连你该恭维嘛？你念阿弥陀佛呢，就无尊敬啊！这个不对。念阿弥陀佛的人，我是显现阿弥陀佛的心，无量心、无量功，关怀你，替你倒茶，替你摕物件，送到你门口，门口你有食饱无？因为我咧念阿弥陀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念头伫我的心，表现伫我的行为，迄叫做老实念佛。啊，你有听到无？麦克多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偷看人，你看我念啊。所以这个位啊，念珠在你的心里面，念珠在你的心里面，阿弥陀佛在你的细胞里面。所以 Om Mani Padme Hum， 每一个咒语都在我的细胞里面。我们的眼神，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外表，我们待人处事被欺负的时候，我依然在慈悲，那叫 Om Mani Padme Hum。
所以有这种悲心，你挖了水，水嘛变甘露水。所以我想，当年我安尼讲啊，有些人可以体悟，有些人听不懂。但是佛法一点都不困难，因为有一个女居士问我说：“师父啊，学密宗很困难呢。师父，你有没有去学？”我说：“有，我有去日本接收什么什么唐密、东密、台密，我什么都收了。看的，藏密，我什么都去接了。天台宗、朝洞宗，那有的我拢去接罢了。啊，你有疑鬼不？念一下，疑鬼在我心。”我现在对你不错，你跟你笑，那就是疑鬼了。难道我要挂个天台宗、密宗、然后又分藏密、唐密、什么密，然后就不对。佛法，我们结光长老说，长老，你传天台宗给我，那就 OK 啊，对啊，办个半天呢 ，OK 啦，对啊，全部都给你啦。长老说，爸爸爱你的心一点都没少，佛陀爱我们的心也从没有少。经典是帮助你的心的，当然经典很重要，但是经典不是你的心。仪轨是帮助你修心的，但仪轨不是你的心。做一个天台宗的人，那你要掌握在智者大师身上。智者大师那是十方诸佛乃至显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显现，哪一个法不是智者大师的法？所以，但是你要表现在待人接物。那九光长老说，开老人院、办医院、办学校、关怀社会，这个叫天台宗。但是年轻人永远听不懂，我要去读紫观，我要去读天台，然后大家都来比赛啊，那所以我去参加天台论文。你这小子，你今天没有带论文来，论文在我心，我马上回答。啊，人家都写了长篇大论，你没写过来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我安尼讲啊，就像我常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老的想去请四个徒弟啊，我听见嘛哈。大徒弟说：“哦，师傅，你看我佛书扣大金嘛，赞！安尼，第二个师傅，你看我写遐尼济佛册，大家拢在看，赞！第三个讲，你看师傅，我信徒遐尼济，赞！跟师傅讲，最小的徒弟呢？哎，你不好了，你把靠，你做烟供啊，你了。还给我，你走过会很快。小徒弟坐一下，你靠，师傅，你靠下面，师傅，那些蚂蚁好可怜哦。”我在这边为他们皈依啊，那个老巴塞啊，因书和破位的老巴塞感动，我有徒弟了，佛陀有徒弟了。各位要记住啊，所以我只是贪嗔痴，法只是讲我咧起誓，我咧写册，我信多真济啊法执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海涛法师啊，我已经看你定下咧写吼。啊、你现在还没在说，那没啊，没我来跟你讲话、这是表法，有法度保持正念。你如果在说，有法度帮助你保持正念。哪一次呢，你如果在说，把人看了也欢喜。哪一次你如果在说，还有法度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，带众生苦啊，普度众生，这是个助缘。但是记住，那是要说你的心肝，甲舍利的嘴会讲好话哄听，舍利的目睭有观世音菩萨的目睭，舍利的身躯有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那这个叫入心了。所以各位有香港卡无？那叫做入心啊，臭到内底去，洗袂好，生到天光嘛，搁臭臭。所以那我想各位要了解。但是千万不要在外国人面前来比说你在干嘛，因为这是西藏文化可以，但文化不是佛法。那至少从文化了解佛法，哦，这是中国文化，阿弥陀佛，可以啊。但是重点，你在机场你的眼神是什么？当然在佛教徒面前要用这样来提醒别人修行，在非佛教徒面前不需要这么做。我是出家人，微笑
见者即亲，这我隔壁 ，Hello， 后边讲阿嘴听无？安尼，但是我很客气跟你 ，Hello， 安尼啊，我爱你，所以我跟你念你嘛听无，我帮你持咒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因为超越宗教，而不是说一定要卡在那个上面。所以我安尼讲有简单了无啊？但是来。简单真简单，嘛是爱读册呢。无你大悲咒拢会晓念啊？背一遍，会晓背大悲咒的举手。哇，三分之一，放下来。会背观音十种心的举手。剩三个。啊，你白念啊你？啊，你不是讲念大悲咒？啊，你都没有读书哦。观音十种心，你不知道存什么心，你念什么咒？啊，你不知道发什么愿，那你念什么咒？所以各位，人拢是爱念的，你要念我嘛要念，你要背我嘛要背，当然有福报啊，但是没有功德，有持咒的福报可以，但是功德是法流入你心才叫功德啦。福报是我念好别人，我来出钱，那叫做福报。我将佛像起好啊，你将佛像起好啊，你可能不分，哎呀呢，你可能没人。欸、做佛像有福报啊，我也要做，但是你没将佛进入你的心，这样可惜变福报。所以这里面来请看这后面，就给你的机会，我们来学观世音菩萨出家，好不好啊？出离烦恼的家，进入观音的家，叫出家。所以这里面写着观音十种心，但简单该水，但是希望各位可以走来，没有拿到书的可以发一下。当然各位真正修大悲观音法，你要经常练习，比如说观音菩萨有 十一面观音，那这十一面观音代表什么你也怎样啊？观音菩萨前面有四十只手，手印不一样，法器不一样，代表什么意义功德，表什么相，你要了解。那这些当然你不见得说完全要背，但是你抓到这个重点了，抓到了融合在一起，你能够把观音菩萨的所有的表法了解，这个叫显教的显。那可以把这些四十四手相、十一面、千手千眼，代表了融入你的心，这个叫密。好，我们叫实相，看到佛的真实相。刚才讲一个呢，就是佛的圆满的功德进入你的心内底，你变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你当下就做阿弥陀佛。无执着这个世间，慈悲的世间，心在极乐，爱洒众生，引导众生进入弥陀的心，就像进入你的心一样，这个叫密，也叫密宗叫见本尊，那佛教大汉传佛教叫三昧，等持平等的，跟阿弥陀佛一样等持啊，这物件我个提条条等持。因为的主笔，你给我抬，给我配，给我中间，我一样对你慈悲等持，啊，等持还不够，我多讲哎，佛陀把魔王调过来，佛陀要把佛的心，让魔王感受到佛的大悲心，啊，他丢出来的武器都变莲花，哎，如果我们在旁边看，还要感谢魔王，哇，啊，你给我们供养佛陀莲花，因为。魔王的心被佛陀感动了，虽然他冲动还在丢武器，出来变成莲花。刚才你给他破柳声，但是呢，我用悲心接受你，感谢你，硫酸就变成凉水，变成甘露水。各位记得这道理啊，咱念观世音菩萨，不是说我在对你慈悲而已。咱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嘛咧对我慈悲。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念我，大家拢变阿弥陀佛。结果大家拢变阿弥陀佛咧，
百千万尊阿弥陀佛来加持你，所以你连阿弥陀佛十方诸佛拢变阿弥陀佛来加持你，融入在一起。然后你有慈悲的帮助众生，叫众生拢变阿弥陀佛。然后众生阿弥陀佛又进入你的心，哇！你自己得到最大的加持，慈悲力的加持，诸佛力的加持。那你要开始练习，这样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在加持众生，是众生在加持我们，对你好对你坏，勾引你伤害你骂你不理你，那你都要对他好。就像选举，我刚刚双界人啊，我去年在板桥有个年轻人不知道出来选什么议员还是立委忘灾，哎嘿嘿，上坡我都拜龙哎为啥去啊，哎伊看一个伊的助理了，徛咧遐，每一台我都爱过去了。Hello， 安尼，我讲，咱啊出家人安尼，大家嘛来合分安尼，啊，大家都甲拍招呼，哦，迄足忝的安尼。那意思就是，恁俩咱俩阿弥陀佛嘛，这个意思，你唔插我，我嘛要甲你对你好，我嘛要甲你念阿弥陀佛。那念阿弥陀佛，念药师佛，念大悲咒。念欧西基乌吉当那的奉陪大威德，古在利，看你们两下面法无高下。那目的就是要传达，愿你现在快乐，愿你解脱，愿你将来成佛。不起这个心态。好，我们把后面念一遍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解释念一下。观世音菩萨言：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无为心，是无染浊心，是空观心，是恭敬心，是悲下心，是无杂乱心，是无见取心，是无上菩提心。是当知如是等心，即是陀罗尼相貌啊！那那两陀罗尼，那么那当然，这个相，这个声音，其实上是在结合这十种心。当然讲了细分变成无量心，但是菩萨慈悲啊，给我们整理一下，好像佛陀讲说四圣谛，一摩多给你讲阿金好招吧，先给你讲一个会诊，然后再给你讲离苦得乐的戒定慧，那戒定慧再广大一点变八正道，八正道再讲广大一点叫三十七道品，然后再广大一点叫无量百法名门啊，百千万亿，那但是就看个人你自己相应到什么时候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说，我们念大悲咒，其实不是大悲咒，所有的佛，所有的经典，所有的咒语，拢以大悲心去念，因为我们是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不能离开大悲心，大悲心是我们的概论，那大悲心就要有这种的心，那你所念的佛号经典咒语才会显现这个相。当然，今日过我不识，这是一个相。但这个相代表什么意思？开要紧，开要紧。所以再去赞言师公，九月份是常斋月哦。但是各位你无多，大家暗时拢免食。但是咱九月份无食菜，拢食菜一个月好唔好啊？暗时食较青草的话紧啦，食素食就好了。就怕你伤害众生啦、啊，啊，你要这样看，因为。菩萨道，所以不单这个国家就这样，他们这一年有四个月叫常斋月，他们遵守了。那遵守呢？因为大乘佛教，所以假素食，大家拢假素食，全国不吃肉，这四个月啊，那非常好。那这样才可以落实。但是如果你跟全国老百姓说，农历九月份晚上都不要吃饭了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行清噶来基督教国家，就各位要等来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叫菩萨。菩萨，他不会要求别人。这种有些戒律可以守，可以不守的，因为这是为了个人解脱的戒律，可以暂时放下。一个人暗时都没吃，但是他爱生气，这样有用吗？这样啊，一个人暗时吃素食，虽然他没过恶不食，但是他又出去讲做念，去有高下。哦，这个较伟大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诶，你供养了一个菩提心为众生的菩萨，供养一碗饭，
超过供养百千万的阿罗汉为自我解脱的功德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站在解脱道斋是为了自己清净，站在菩萨道斋是为众生得清净啊。所以呢，农历九月份，免落好厝的人，大家拢陪咱食寿喜。哦，我今日请你来食什么？请你来食什么？拢好料的哦，一顿千二块。各位，你要去台北无？下回你来去台北，你请我，我唔敢讲我请你，一顿4500块，你食看卖。真正叫做皇帝在吃饭，4500块一个人，安尼啦，我招待你4500块，我甘愿招待你去，嘛不爱和你去吃一顿50块的鸡肉饭，了解吗？你了解意思吗？你若安尼想，4500你就出钱啦。你去吃一顿50块的鸡肉饭，你去伤害你家己，伤害鸡啊，害你堆了什么多，还不如我请你吃5000块的饭。那菩萨的慈悲心的想法，跟咱无共款啦。所以你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就可以。好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言，第一个心叫大慈悲心。当然大悲咒就是大慈悲心，大就是没有分别，安住在智慧。事实上后面的九个心都是大慈悲心的细分，但是咱嘛就爱各位总合起来就是大慈悲心。那先解释大慈悲心，再来细分啊，大悲心过去，大慈悲心过去下面。那当然，佛告慈就是要有众生快乐。所以各位，我拄啊起来个今嘛，有咧做当机无？我小等跳脱离舞，互你看，只要你快乐。白天正地做孙悟空，互你看，只要你快乐。所以我定来去菜市啊，看人诶挂一个这种个，都爱卖菜刀，我拢坐遐看。我这咱徛几工无人要听咱讲话，伊都啊讲几工，大概足侪人安尼。我这次新加坡也一样，新加坡观音庙，我行遐，有些人就哦，海涛法师啊，过去啊。但是迄个卖什么物件，挂一个只，咕咕咕咕咕，都一个，哇，一群人对你去安尼啦。啥啦？伊讲话好听，讲话佫会看戏，对，还佫有咧表演啥物，我大概就真快乐。因为遐拜拜的无聊啊，无聊啊，他想要享受一点快乐啊，参观参观，还可以试吃东西呢，大概嘛要来。那这个各位要养成习惯，所以各位对今天开始第一路的看到什么人都 Hello 好不好？你没有看到老外阿弥陀佛，不用说这 Hello， 你跟他笑他就跟你笑，你跟他笑他也不爱跟你笑，下回跟他笑哪一天他就跟你笑，这样啦。因为你要跟他见嘛，从我现在没笑就不行了，我没笑会让他错，我臭鬼呢？我把你念吧，所以引起看了，我就先笑他讲啊，就讲你是报纸那一个吗？对，你是电视上那一个吗？对，你是假的那一个吗？对，明白？还当然有些人尊敬啊，鬼来机灵未使鬼，红包贴出来啊，那样各有各的。但是我只告诉自己，你骂我我也笑，你偷拍我照，我会笑脸的跟他出鼻，看懂了？妈，你的粉丝在我面前哦。我嘛听到，还给我偷拍，还偷拍，安尼啦。我说不用拍，我转给你拍，来合照，给你妈看，送你念珠，回去给你妈看，送念珠还不够，再给你妈妈一条，我你老婆的欢喜啊！啊，所以既然你妈在学佛嘛，所以各位这拢爱学啊，未觉爱好念，慈，你啊不，你没有在给众生快乐。你爱花头喜面，每天要讲一个笑话，给您太太听，好不好？给您听，我老实讲，我口才安尼练出来了。阮囝爸爸，故事呢？我白天很忙啊，还请我的秘书每天帮我找一个故事，不然我晚上不敢回家。然后我太太就抗议：“你讲给你儿子听，不讲给我听。”哦，好吧，讲什么给你听呢？来，亲一个 ，OK， 哎，啊。所以那我没办法，我要学啊，因为我要开始学菩萨道了。但是你不讲给他听，他不快乐啊。但是你不能说好了睡觉，那就别晒。那为了这个，我就收集很多故事，后来我就在电视上讲佛陀100个故事啊，那了。因为以前是讲给儿子听的，为了要我既然要出家啊，
我就要回合佛种下一个根，将来来世未来世有机会会萌芽的，阿弥陀佛。所以为了别人你会进步啊，为了讲给我儿子听，为了讲给我太太听，那我总要去收集一些，那还要送他礼物。那我跟你讲的意思，这个慈心不要只会解释娱乐，我要给众生快乐。看到你也不会怕酒喝，看到别人个相给，所以师父啊，阿伯看到人爱主动啊。要像我们比丘尼师父，卡细腻啊，你不要看我，我也不会看你，那不行。大家好，欢迎来法会。哎，那个怕酒喝。因为修行嘛，修行不是用个性，修行是用佛性啊。你也记得，你那个大刚刚怕酒后，我出给人就是我出给就快乐，出给就快乐，快乐家族，快乐民族，快乐净土。那既然讲慈，我不拍心，问题你也不好心啊。那当然，各位，可能吹点风，可能脚后，可能这样欢喜。那乃至你的表情、你的讲话，一切不要让对方痛苦，干嘛要让他快乐？而且把这个快乐成为你生命的责任。那希望大家多修这个，来念一下：慈无量心，无量无量无边，就是大的意思。所以我现在已经会晓啊，你买哦，我一个人在房间，我也在慈无量心。啊，看到报纸啊！现在有网络，真正超多，我天更嘛超多会玩。所以我昨天在查唐朝的，哇哇哇，死遐济，哇啊，迄个死，迄个自杀，哇念未完，写白威，所以写不完。我再过几天要去澳洲，一查资料，哇哇哇，安尼啊，澳洲是罪犯的天堂，哇，迄搭罪犯死几毋知超多无？啊，澳洲参加过二次大战。澳洲的原住民，按澳洲的宗教徒，澳洲的袋鼠，澳洲的牛，超度不完。但是你总要想办法，想办法保持在慈心的状态。结果你按着弟弟联系吧，你会发觉你一直在快乐的心态，一直在快乐的心态，因为你一直想要表达关心对方。所以各位爱开始练习，大家笑，大家主动打招呼，好不好啊？做众生不请之友，主动关怀对方。像我刚刚来，我这人他避暑，不过我会绕一圈，我看义工菩萨在那边照顾啊，我打个招呼，那边喷水啊，用水啊，点灯啊，隔西这边修法呀、啊，有闲爱拍招呼，无闲爱拍招呼啊。然后你要表达欢喜，像各位在念大悲咒啊，我就跑去那边回向啊，回向把大家的功德，未来念大悲咒供养消灾拔度。那当然，我这样讲，如果各位要了解慈心的名相，那当然书籍里面很多，但是现在我讲的是实际的用，免说像弥勒菩萨一样，脚大颗大颗。落雨了吧？刚刚落雨啊！一出里头，刚出光出里头，他专门在通知别人这个了。而且啊，一个严肃的道场，他要变成幽默。所以为什么弥勒菩萨放在五官堂？哎呀，出家人在吃饭很严肃，两面好像都没有什么悲心呢、啊。所以他要演一出戏，来告诉慈心是什么。你给两面讲寿戏。柔软是什么？所以用布袋和尚的这种幽默，去抛抖众生，背着众生的烦恼，也承担了众生的痛苦，啊，放下烦恼，承担众生，那经常拿一个布袋，那他用这种形象度了多少众生？所以大部分人都认识布袋和尚，但是很少人认识弥勒菩萨，好的。那这弥勒菩萨引导多少做哇斋？阮家餐厅门口会吃薰的弥勒，我拢知啊。那弥勒菩萨为了要表达这个，那我想，咱们还开始修这种，再来悲大
大就是无分别，而且这个大也代表没有我在慈悲啊。各位你别说我对你真好呢，连这个也不在，因为慈悲是我们的本体，慈悲是我们的本性，慈悲是我们的实相。就像说咱的生命里面就有空气，没空气就要死，空气就是咱的生命，咱不停啊。所以这个大悲，看到众生受苦，心肝的要给他救，这个叫大悲，没有分别。你早上强奸我，你现在跌倒了，我赶快救你，希望你好。没有过去心不可得，不会存在说，哎，你曾经对不起我，我就是想要让你离苦，脱离痛苦，而且把让众生脱离痛苦成为你生命存在的价值。那我掉哎，是为着要慈悲，没有为别的。所以各位，你家庭来要快乐，不是改变对方，用慈心悲心对待领导的人。你做歹代志，你来去关，明天他们要安排我去大寮女子监狱，然后呢，我要庄严一点，因为我有。我安住空性，你来看到我，你就进入空性，还是得好啊。所以，但是如果我有爱染心，哎，我就不能这一套，连我都再见啊。所以各位，我叔讲的，你手若无空哦，你去剥垃圾的话紧安尼啦。你手家己若有空，唔能去讲吧。你自己还有分别爱染，那你千万不要着相，啊，免到你也剥落去。所以，但是你自己觉得我这一我没有我存心自问没有了，不会。啊，我虽然知道男人很帅，女人很漂亮，我看一眼，但是心中不能有那个想法。那样，冰淇淋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但不吃。那样，我还会问是不是香草，考虑一下。我只有吃香草。所以，但是我心里面不会想。你不跟他讲，我不会想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会不会？就像我看到别人在抽烟，哎呀，我是昏贵了。我以前为了出家，已经刷了好几次，先慢慢刷背后。但是我知道抽烟紧胖，但是现在闻起来不香了，但是没有欲望了。但是我也不会骂他抽烟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能说我不结婚，还去骂人结婚，那你也不对。只是因为同情他。爱就无了解佛法啦，因来了解佛法，伊无必要去结婚啦。啊，摕起钱来点一根香，供养众生，功德足大呢。但是他不知道，所以我想慈跟悲前面有一个喜舍，就是一个冤亲平等。你不会喜欢这个，讨厌这个，而且他做好的，你比他还高兴。所以各位，你伫路边啊，看到老人看老人。哦，心里很快乐，这个叫喜，真正是百年好合啊！啊，模范夫妻啊！你看到一个查某囡仔看您老母太孝顺了，哎呀，随喜啊！那你看到一个老大人家己在路边咧行，啊，无人甲看，那要么你就去甲看啊，啊，无呢，你就一直甲伊回向，希望伊行路平安，啊，你再借迄个机会修行，这个叫心。这个心态是因为外在的这些相，你浮出这个念头了，所以要大慈悲心。第二个，丙丁心，没有分别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没有分别。刚刚讲这个话，你对待他这样，叫对待那样子。那给你也要奉心。那不管是老虎、大象、狮子、羊、猪，那我们都平等。那既然你会救物命。有形的你要帮助无形的，你今天怎样疼你的孩子，你就要怎样疼所有的众生，怎样医好你的父母。但是这个平等只是众生平等，还有叫法平等。什么叫法平等？看到健康，这不是人为因素啊，那我都可以接受，叫平等。所以你骂我，你对我好，我依然平等对待你，用慈悲心，用平等心去做慈悲心。所以各位要会记的哦，你给你您安把号找我，哎，你也加错，哎，你赶快念那么哈那当啦，因为你没有平等心，你会觉得不欢喜，以前话跟别人的恭维，
啊，人爱民主呢，你讲出家人同款，我有人是在路边唔捌咧，各位有人提供用我，我就足歹势。边阿叔讲，我唔是人哦，你不要提我啊。啊，然后他的心态也会现出来。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强迫信徒去做啊。我拿到红包，那我也会跟那位法师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反正啊，表达我对他的打招呼，而不是说我提着红包我给他臭屁。那各位，平等心很简单，来，咱就来开始去练习吧。健康嘛好，破病嘛好，有嘛好，无嘛好。除了众生平等，法平等。来用这样子的平等心，升起大悲心，念大悲咒。所以你对你老母念大悲咒，啊，你对众生拢爱念大悲咒。再来，无为心。无名言行，了解？因为无为就是说，讲的世俗话就是说，不要有什么企图，安尼啦。那一集呢？因为就算你企图去做什么，结果也是拢感化。有为法都是变化无常、虚幻的。那你只要有所求去做，结果都是苦的，因为生必定是灭，所以现在各位做什么事情，要以无所求的安住涅槃极境而去做，而去慈悲心。所以慈悲心是无为心，那慈悲心必须有无所求的心态，无我分别的平等心去慈悲。不然如果有违法，你肯定有所求的去做，那结果还是幻化，没有功德。艺术功就像告诉我们保持空性，那这来对，当然无为心也是平等心，平等心也是空观心。但是观音菩萨用各种方法好能了解。所以今天我们去讲走量，不需要介绍我们是慈悲置业生命电视台，也不是为了钱来。助念就是助念，你的老爸就是我的老爸，啊，所以我念对方也是念我自己。所以有这个平等心，无所求的无为心，目的还是要圆满大慈悲心。但是不管你乱努力，各位要了解，一切都回归平静归零。就像你给你整个体重去打落也安呢，哎，你修到你卡一点就可以，他就回来了。万法最后都是空无自性，所以那今晚就停就停，今晚就快乐。但是这个快乐跟痛苦，它是一个缘起的业报，但是总会过去的。这个无为心，并不是脱离法界、脱离任何事项，而是了解万事都是变化无常。所以我想，《金刚经》要我们讲这个无为法。但是无为法你要从有为法去看，你不可以离开有为法。这些世间大家聚会在一起，大家会分开，太阳出来太阳会下去，在一起的会分开，有生无不死。那你要从有的有为法，有为法去了解万法终归无为，这样你就不会被这个变化有分别。所以无所求心去念大悲咒，反而大悲的力量就展现出来啊。再来是无染浊心，这个安哦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师父啊，我安的破病哦，地藏经要念几遍，我一天念20遍好不好，我念一年好不好，我那时候都画得出来。那你这个是染浊心来念，包括你这样力量不大，可能念了没什么功德。我安的破病，我母在破病，我儿在破病，哦，原来众生都会破病，而且破病让我真烦恼，所以我开始来念大悲咒，希望所有的破病的人，我为了我的儿在破病，我念所有的破病的人，破病的众生，这个叫无染浊心。
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雪橇犬哈克。每到冬季，郊外的高山滑雪场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游客来这里游玩。滑雪爱好者阿善也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这里。这个滑雪场的雪道真长啊，真不错，这样玩起来才过瘾嘛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的。我们赶快过去滑雪吧，我都迫不及待了，真想一展身手玩得开心的。哎呀，那只雪橇犬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朝我们跑了过来？它不会是要攻击我们吧？啊！我养过狗，我知道任何一只狗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进攻的前奏，这个举动更像是在迎接主人的到来。迎接主人的到来？难道这里有它的主人？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，难道它认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人是它的主人？哎呀，他好像真的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主人啊。阿善，你不会养过这只狗吧？没有，我从来没养过雪橇犬，我想他一定是认错人了。那只雪橇犬以一种迎接久别主人的热情向阿善奔来，但当他跑到阿善面前准备扑过去的时候，却突然紧急地停了下来。哦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刚刚那个兴奋的表情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淡了呢？他刚才一定是将我当成了他的主人。哎，你看他现在的目光多么的失望，好像已经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似的。你看他还在盯着道路呢，他在等待主人的到来。这位大叔长得的确有点像雪橇犬的主人，难怪他刚才那么兴奋。你说的没错，当年他的主人也是穿了这么一身蓝色的滑雪服，而且他俩的身高体型都很像，难怪雪橇犬会认错了。雪橇犬？这只雪橇犬的名字叫雪橇犬？是的，刚才雪橇犬把你当成了它的主人了。我第一次看到雪橇犬表现得那么激动，只可惜最终还是白白高兴了一场。那雪橇犬的主人去哪里了呢？这是去年的事情了，去年一位高大的男子带着雪橇犬来到了这里，他们在这里玩了整整一天，但到了傍晚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子突然变了样子。走开，你这只赖皮狗，就留在这里好了，不要跟着我，我现在很讨厌你的，快走开。你再敢过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听到没有？走开。他哪里能追得上汽车啊？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在滑雪场外面又看到了那只疲惫不堪的雪橇犬。雪橇犬长得这么漂亮，它的主人为什么还要丢弃它呀？我也不清楚，既然它主人不要它了，那我们就收留它好了。对，我们收留它。雪橇犬，你跟我们回家好吗？雪橇犬谁都不跟，它每天做的就是在这里等着主人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然而一年过去了，它的主人却一直没有出现。那它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？它从哪里找食物吃啊？虽然它不愿意跟我们走，但我们还是把它当成我们的狗狗，我们每天都会带一些食物来喂它的。雪橇犬信任我们，
也只有我们给它的食物它才会吃。可是即便如此，雪橇犬依旧不愿意让你们成为它的新主人。是的，它一直在等待它主人能够回来将它带走。所以今天看到与它主人长得很相似的你时，才会那么兴奋。哎，雪橇犬真是可怜啊，它的主人怎么会那么狠心，将如此忠诚的狗狗抛弃呢？来，我这里有食物。雪橇犬是不会吃陌生人的食物的。我想试一试，或许我也能和它成为朋友呢。吃吧，雪橇犬，味道很不错的。怎么样，味道很不错吧？我家的狗狗也非常喜欢吃这种口味的食物。啊，真是不可思议，雪橇犬竟然吃你的食物。要知道，除了我们，它谁的东西都不吃。是吗？我想，那一定是给它喂食的那些人不够真诚。没错，过去有好多人用食物来捉弄戏耍它，它一次次被那些人捉弄后，便除了我们谁也不信任了。没想到你和它第一次相见便赢得了它的信任，真是非常不简单的。或许是因为阿善尼长得像它主人的缘故吧。不，这是因为它能感觉到我的真诚。当天晚上，滑了一天雪的阿善在滑雪场的宿舍床上看书时，突然听到房门处传来了一阵沙拉拉的声音，像是谁在挠门。哦，是谁啊？嗨，你好，进来吧。好可爱哦。哎呀，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项圈。哈克，哈克，你的名字叫哈克？哈克，哈克，哈哈，果真没错，你的名字的确叫哈克。哈克，来，今晚就和我睡在这里吧。来吧，怎么，不愿意吗？哈克是他的名字，他叫哈克。自从他的主人将他留在滑雪场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呼唤过他的名字。今天他又一次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这让他那颗被冰冻的心缓慢地融化了。天啊，怎么一天不见，这只雪橇犬竟然对你这么亲近啊。是啊，我们认识他一年了，也没看到他对我们这样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的名字叫哈克。哈克，雪橇犬的名字叫哈克。阿善，哈克现在已经认定了你是他的新主人了，这要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在这里停留几天，我们走后该怎么办啊？我们可不想看到哈克再一次因为被抛弃而伤心。对，如果你不能收留哈克，就不要和他走得太亲密，否则等你们离开时他会非常难过的。我已经决定要收留他了，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定会将他一起带走的。嗯，你一定要好好对他呀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好了，阿山，我们赶快去滑雪吧，我都迫不及待了，哈哈。好的。哈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山坡太危险了，要是被滑雪者撞到可是会受伤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你就在这里等着我，我们滑完雪就带你一起吃好吃的，相信我。滑雪场的雪道坡度很大，因此从上面滑下来时的速度非常快，一些初级水准的滑雪者会像杀手一样在雪道上横冲直撞，非常危险。那些人滑的也太差劲了，他们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。怕什么，以我俩的技术足以避开他们。好了，我先下去了，你可不要落后哦，走喽。哎，你着什么急啊，等我一下。快来啊！
你追得上我吗？阿善，人太多了，你不要滑得那么快，太危险了。没事的，我技术很好的。哎呀，不好！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糟糕，我好像伤到腿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阿善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像扭伤脚了。快闪开，我停不住了。阿善，快闪开啊，赶快转弯啊。我刚学会滑雪，不会转弯啊，你快躲开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哈克突然像一道闪电似的冲了过来，挡在了阿善的身后。啊，哈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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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死啊，我还要带你回家的。雪橇犬为了报答阿善的知遇之恩，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他也挺身而出，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阿善渡过难关的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是与您一同追求真理，重拾你的生命。